在中国安徽有一个菜叫丑。臭鳜鱼，在中国安徽有一个菜叫臭鳜鱼，这个菜听说闻起来很臭，吃起来很香。为什么他们吃臭鳜鱼？我听说以前有一个人。他很喜欢吃鳜鱼，所以有人要给他送鳜鱼。可是，在送的时候，突然天气很热，所以鳜鱼臭了。送的人很担心鳜鱼越来越臭，所以。他放了很多很多盐，然后这个人他吃了臭鳜鱼，他意外发现臭鳜鱼很好吃，所以这个菜越来越有名。所以我觉得每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和天气。和历史都有关系，所以你们的饮食有什么特点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留言告诉我，谢谢，再见。